现在岛国到了雨季，这雨说下就下。下一会儿又会停。在这里3个月，如同在国内3年呐、国内3年的疫情防控确实比较辛苦啊。在这里3个月，每天也是心急如焚呐、该办的事办不了，想办事。政府机关的效率也非常低，只有等等等，唉。